重生之异界机甲传奇。第一章，意外重生。陈飞本是联邦顶级的机甲大师，一生致力于机甲技术的研究与创新。在一次新型机甲测试中，意外发生了。他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卷入，一睁眼，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和他所知的截然不同。虽然有机甲，但还充斥着古老的武术、神秘的力量，甚至还有传说中的三眼族人和恐怖的巨虫一族。陈飞心中充满了疑惑和震撼，决心要弄清这一切。第二章，出狱一族。陈飞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四处探索，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机甲技术竟然比他所在的世界更加先进。在一次探险中，他遇见了三眼族人。这些人额头上有一只神秘的眼睛，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和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三眼族人对陈飞充满敌意，但一名叫萧月的三眼族少女却救了他。萧月告诉陈飞，这个世界有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，那段历史记载了机甲、武术和神秘力量的起源。第三章，巨虫来袭。陈飞和萧月一起探寻这段隐藏的历史。他们来到了一座古老的遗迹，里面记载着许多失落的技术和知识。然而，他们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就遭遇了巨虫一族的袭击。这些巨虫拥有强大的破坏力和惊人的繁殖速度，让人类和三眼族都感到恐惧。陈飞利用自己精湛的机甲技术，设计出了一套专门对付巨虫的机甲武器，暂时击退了巨虫的进攻。第四章，发现真相。在萧月的帮助下，陈飞逐渐揭开了这个世界的真相。原来，这个世界的历史被强行改写，真正的历史被封印在古老的遗迹中。这些遗迹记载了机甲、武术和神秘力量的起源，还有三眼族人和巨虫一族的来历。陈飞发现，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被实验操控的空间，所有的生物和技术都是由一个古老的文明创造的。他们的目的是研究不同生物和技术的融合，以寻求突破性的发展。第五章，反击与救赎。了解真相后，陈飞决定带领人类和三眼族联手对抗巨虫一族和操控者。他设计出一套能够融合武术和机甲技术的全新装备，使战士们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战斗力。在决战中，陈飞亲自上阵，利用自己精湛的机甲操作技术和萧月的精神力，成功摧毁了操控者的核心系统，解放了这个世界。第六章，新的开始。战争结束后，陈飞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英雄。他和萧月一起开始重建家园，并致力于研究机甲和武术的融合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希望。陈飞明白，这个世界的历史虽然被改写，但真正的历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。他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，让后人能够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，并从中汲取力量。结语：陈飞在异世界的冒险充满了惊险和挑战，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最终揭开了真相，拯救了这个世界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面对未知的困难，只要坚持不懈，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。